1997年来到旧战场，寻访战争源头的遗迹，我们找到了晚清拱卫京师的海上大门大沽口。大沽炮台的旧址还在，它的外貌和油画里1860年英法联军进攻大沽时的模样相去不远，只是现在荒芜多了。在指挥堡的堡顶上有几个人正在做工，听说是要把碉堡里的空隙填平，好像要填平历史的伤口一样。进到堡里黑漆漆一片，在采光不良的空间里，我们为大沽炮台指挥所内部留下了最后的画面。据说大沽炮台建于明朝，到了清咸丰年间经过整建才成了我们眼前的这个样子。在山坡下好不容易找到几尊旧炮，裂的裂，断的断，任意的被弃置在那里，也许是功成身退了吧，但如此退法也未免凄凉了一些。最完整的一尊旧炮被丢在堡顶上，仔细一看赫然发现1843四个字样。1843正是南京条约签后的第二年，当时清廷大梦初醒，急急向国外购进了一批武器，所以这批炮身上铸有西洋年号。从这尊炮使我们联想起巴黎军事博物馆里的另一尊大炮，这一尊炮要比大沽的大多了，在炮身上果然镌刻着清代年号，咸丰六年，相当于公元1856年。此时的中国正向黑暗的深渊沉落。那个年头，外国人可以在我们的国土上打家劫舍，予取予求，包括财货、土地和尊严。别说这一尊大炮，就连天文台的国宝简仪都被人抱走过。来到人家的博物馆里，站在人家的战利品前，我们这些后人也只好深深地叹一口气了。从一堆破铜烂铁竟然勾起这么一串沉痛的往事，似乎是想多了一些，但这些往事却紧紧地扣住了中国人往后的命运，也扣住一场有关国家兴亡的跨世纪长跑。1851年，咸丰文宗从父亲道光宣宗那里接下了残破的江山，又修炮台又铸大炮，但都抵挡不住国家所要面临的厄运。几乎是同一年，一个客家子弟叫做洪秀全的，由民间上帝会发展成军队，从广西燃起战火，一路蔓延，到1853年已过武汉，沿江东下，现江宁，也就是今天的南京。在这里他们奠了都，立了太平天国。正当太平军炮火连天之际，英法联军于1858年又陷大沽。文宗派大学士桂良跟联军签下了天津条约，这一役也称第二次鸦片战争。1860年，英法意犹未尽，再来巡衅，这次更直捣北京城，焚毁了圆明园，吓得文宗带着一干人等躲到热河去避难，留下恭亲王分别跟英法签下了北京条约。洋鬼子这几战终于让中国人见识到什么叫船坚炮利了。话说文宗避难到热河的一群人中，
有一位此后对大清帝国举足轻重的奇女子，那便是兰儿小姐。兰儿是同治穆宗的生母，也是我们熟悉的慈禧太后。慈禧叶赫那拉氏，1852年进宫那一年，大清帝国已知风雨飘摇之秋，而她从咸丰宠妃到老佛爷的一段历程，更是晚清内宫风暴的暴风中心。从1861辛酉政变，他联手奕欣，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捕杀肃顺等人这件事，可以看出他的犀利与胆识。当时他年方26岁，可惜慈禧只斗内不斗外，他的慧侠视野和胸襟只限于紫禁城内，却从未想到自己出身的可是整个世界天翻地覆、前所未有的大时代。话再说回太平天国，终于在1864年覆亡了。这10年多仗打下来，让枯竭的清政府又付出军费1亿2000万两银子，死伤军民达3000多万人。最后，太平军的余众又和北方的缅匪合流，再跟朝廷为敌4年，才真正被淮军灭平。这一年是1868年。1868年在近代史上，对中国和日本都是一个重要的年份。因为这一年，日本的明治维新正式开始，而中国的同治皇帝才10岁，所以也是黄沙连后慈禧绰长权力滋味的开始。这种日子他还有40年好过，直到公元1908年寿终。至于牧人明治，他将活到1912年，眼看他对手大清帝国的覆亡和中华民国诞生。慈禧和牧人在人世间有共同的40年光阴，让自己的国家随着世界的潮流现代化。可惜这40年长跑，中国输得很难看。在那个时代，日本人潜在的侵略因子被维新的成就不断鼓舞沸腾着。事实上，早在丰臣秀吉的时代就有征韩论与他的大陆政策，只是力犹未逮。现在他们已走上富国强兵之路，向西发展变成了必然的途径了。再看大清帝国，进入19世纪后几乎已经没有国君可言了。朝廷有事要靠地方团练出马，像洪秀全的太平天国便是栽在湘军和淮军的手里。淮军成立于同治元年1862年，由李鸿章一手炼成。李鸿章安徽合肥人，在晚清政治舞台上纵横捭阖了40年，在中日两国的竞赛中就像是慈禧的陪跑一样。不过主跑的不会跑，不想跑，陪跑的再卖力也无济于事，何况他又是汉人，终其一生连慈禧的权力核心都无缘切入。难怪梁启超感叹地说，无敬礼之才，无惜礼之时，无卑礼之欲。1884年，李鸿章成立了海军衙门，逐年买1-2艘兵舰回来，到1888年成立了北洋舰队，由丁汝昌任提督。但从此以后，大清海军再也没有任何添补，因为要把钱留着给老佛爷翻修颐和园。由于李鸿章深知自己国家的分量，因此力主外需和融、内需变法的政策，以夷制夷，不主张对外用兵。1894年，朝鲜爆发东学党之乱，国王向清廷求援，
日军于六月初捷足先登进驻汉城，自古不暇的李鸿章一直拖到七月中才分兵水陆两路朝朝鲜进发。水路是要驰援崖山驻军的，但消息被日本间谍探到。25日早晨，日方出动大批军舰围堵中国运兵船，高升号当场被击沉，死伤千余人，就此揭开了甲午之战的序幕。甲午一役的真相，后人所知无多。由于当时清廷腐败，国力孱弱，总以为北洋只是一支不堪一击的舰队，事实上并非如此。北洋的实力当时排名世界第八，镇中旗舰定远以及镇远两艘战舰排水量达7300余吨，亚洲首屈一指。日本旗舰松岛也不过4000多吨而已。在甲午一战中，北洋虽然有船舰临阵脱逃，但坚守海军军人岗位，战到弹尽船毁人亡，可歌可泣的故事比比皆是。他们的壮烈不该由于朝廷的昏聩阴暗而失去应有的光彩。话说公元1894年9月17日上午10点半左右，镇远舰围楼上哨兵高呼发现敌舰，这时北洋旗舰定远号升上黄龙信旗，令各舰起锚迎战，一时间各舰旗帜飞扬，黑烟缭绕，不一会儿已经列成犄角鱼贯阵战斗队形。在日本联合舰队这方面，以第一游击队前导主队松岛旗舰率扶桑等舰行鱼贯纵阵前进。11点30分，丁汝昌立刻下令改变阵势，以定远镇远居中，张开左右双翼做犄角雁行阵，并加速迎向日舰。后人分析甲午之败多认北洋横阵队形不当，事实上更重要的原因在于船舰速度不及对方，与平时疏于训练但多虚发，才造成最后失败的结果。12点50分，定远先发制人，炮弹掠过吉野落海爆炸，可惜没有命中。但是由于定远12寸炮阵力太大，竟把自己的舰桥震塌，丁汝昌当场挂彩，大副劝丁进舱休息，丁不依，裹伤再战。随着定远北洋各舰纷纷开炮，3000米时日舰开始还击，一时大小各炮连环轰发，海上火光四起，硝烟弥漫。近代世界海战史上规模罕见的黄海之役正式展开。战斗开始，敌舰专挑软的吃，老迈的超勇与扬威纷纷中弹起火，不久便失去动力。下午1点，北洋雁行阵拦腰截断日舰队鱼贯队形，赤城号闪避不及。1点25分，被定远舰尾6寸炮击中，舰长当场毙命。1点30分，袭京丸上甲板洞穿隔间起火，伤势不轻。袭京丸本来部署联合舰队，这次因搭载海军部长观战而在海战现场。3点15分，日舰主队成功绕过北洋右翼，抄到背面，这才使北洋舰队陷于腹背受敌的劣势。此时超勇打完最后一发炮弹，在熊熊烈火中葬身海底。官带黄建勋及舰上官兵大多壮烈牺牲。下午2点以后，丁汝昌召大东沟外平原、广炳及鱼雷艇加入战场，伏龙号连发2枚鱼雷都被西京丸闪过，第3枚由于距离太近，鱼雷竟然由舰底穿过，
而让日渐逃过一劫。次年，华山部长就当上了台湾第一任殖民地总督。战斗已超过三小时，2300吨的巡洋舰致远号多处起火，又嫌倾斜。管带邓世昌下定决心冲向敌舰吉野，以求同归于尽，于是下令鼓全速破浪前进。吉野号日军见状大惊，急忙集中火炮向致远射击。不幸的是，正好有一枚炮弹击中了致远的鱼雷发射管，鱼雷在管内爆炸，致远终于含恨沉没。坠海时，邓世昌护从刘忠跳入水中至救生圈相救，被他拒绝了。他的爱犬太阳此时也游进身旁，口衔其臂，力图营救主人，但邓世昌已决心与致远共存亡。他最后看了太阳一眼，心头一横，便把他一头按入水中，连同自己双双沉入茫茫黄海的波涛之中。致远全舰官兵共250余人，近7人获救，其余悉数殉国。黄海之役的最后一个半小时，日方极力想歼灭北洋的定远、镇远二舰，而北洋则咬住松岛不放，12组炮让他吃了不少苦头，最后逼得日将伊东只好把旗舰移到乔利号上去。5:30，伊东率舰脱离战场向南窜去，丁汝昌集合群舰，拟重列阵势继续追杀日舰。可惜夕阳西下，海面上已呈现一片苍茫暮色。时不我与，北洋官兵只好怀着悲痛与惆怅返回旅顺港。9月17日这一天，北洋舰队的士气并不差，最后的结果双方都有伤亡与损失，也不像日本人宣传的那么不堪。但是黄海之役并不等于甲午战争，因为陆上作战也是关键。开始的时候，平壤的陆军还打得不错，像高州总兵左宝贵就在北门力挫了敌军，马玉坤、魏汝贵也稳得住阵脚，平壤保卫战并非无望。可惜总指挥叶志超却受命撤退，这场仗就打不下去了。丁汝昌斗志昂扬，愿以战死以保旅顺，请缨出战，但李鸿章说：“你保住我的船就好了。”因此北洋未再出击过。10月下旬，日军分两路入侵东北。11月，东亚第一要塞旅顺陷入敌手，北洋走避山东。第二年，1895年2月，日舰攻占刘公岛，封锁威海卫，山东巡抚李秉衡逃亡。11日，丁汝昌自杀成人，北洋至此全军覆没。公元1895年4月17日，李鸿章父子在下关春帆楼签下了丧权辱国的《中日马关条约》，割让了台湾、澎湖和辽东半岛，还赔了军费白银20000000两。后来由于列强之间的利害冲突，日本被迫归还了辽东，条件是清廷再付3000000两赎辽费。其实军费赔偿日本来要价30000000两，但有一天，当李鸿章开完会回旅馆时，被日本的一个激进分子射杀，中了一枪，因而引起了国际的关切，李鸿章硬砍掉了1亿2银子。马关赔款一共向银行团借了2亿3000万，最后连本带利一共还了6亿2。而30年来清廷投资在海军上的经费总共才2000万两，至于慈禧挪用的海军专款，也不过区区600万两而已。唉，
日本从甲午之战中获得的巨额赔款相当于国内年总收入的4倍，他们以此进行了所谓产业革命，其中军事费用共达84.7%之多。海军在两次扩军计划之下，先后建造了各级舰艇106艘。1904年，成为继英法俄之后的世界第4海军大国。陆军扩军于1902年完成，现役兵力为甲午战争时的2倍以上。大清的银子为日本构建了一个现代化的军事强国，而自己的麻烦却未了结。1895年，李鸿章签完马关条约，十分颓丧。他很想借俄国人的力量报复日本。第二年，1896年，俄国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登基，他奉命前往祝贺。法国的李米埃兄弟也带着刚发明成功的摄影机到莫斯科，拍摄这一部电影史上最早的纪录片。遗憾的是，我们在冠盖云集的众嘉宾中怎么也找不到李鸿章。1900年，义和团事起，给了奄奄一息的清廷一记最后也是最沉重的打击。6月，在西太后的意志之下，义和团开始围攻使馆，痛宰洋人，一时人心大快，但却因此捅下了更大的篓子。6月15，八国联军18000余众陷大沽，7月拿下天津，直逼紫禁城，吓得慈禧拖着光绪皇帝狼狈出奔，他们取到宣化、大同、太原，于10月底逃到了西安。1901年9月7日，签署辛丑条约，赔款45,200,000两白银，分39年由关税中扣抵，如此连本带息，总计起来约达10亿两之多，而当时清朝年总收入不过8800万两而已。1902年，西伯利亚铁路通车，同年英日结盟。1904，日本对俄宣战，这一战足足打了1年7个月，但战场却在我们的国土之上。事后两国耦合，分的也是我们的资源。更值得注意的是，由于日本赢得了这一场战争，使他们对华的侵略更具野心。在南京条约后，我们陆陆续续共签下1000个以上不平等条约，丧失国土面积足有120个台湾这么大，赔偿黄金达9亿余两。大清已经国不成国了。1908年，在相距1868起跑点整整40年之后，慈禧跑不下去了。她历经了咸丰、同治、光绪三朝皇帝，于这一年的10月21日去世，比光绪皇帝多撑了20多个小时。临终还立了个宣统，年仅3岁。显然，慈禧一点儿也不知道，由于她的长寿，带给中国老百姓多少不幸。1911年10月10日，革命党人结合武昌新军发起第10次革命，总督芮成和新军统制张彪仓皇而逃。革命军克武昌，公推黎元洪为都督。2个月内，各省纷纷宣布独立，革命成功了。后来，孙中山先生回忆武昌起义的往事时曾说，武昌的成功是非常意外的结果，最大的关键在芮成的惊逃，假如芮成未逃，则张彪也不会逃。言下之意，如果芮成不逃，武昌之役的结果还在未定之天。的确如此，辛亥革命也许就像压死这一匹老马的最后一根稻草。